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玩 Roblox 啦。今天我们来寻找狗狗啦。你看这个狗狗多么的可爱啊！好嘞。OK， 这些狗狗其实还算蛮可爱的，可是呢，有些是蛮特别的吧，而且还有 The Rock 啊 ，The Rock 的狗狗啊，哈哈哈。OK， 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游戏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首先呢，这里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难度嘞，你们看，感觉它好像蛮困难的哦。然后呢，它有57个狗狗啊，看一下我们这一集能不能拿到全部吧。如果不能的话，我们就来看下一集吧。来，首先呢，非常的简单，看这狗狗多可爱呀、啊，拿到了吗？等一下，这狗狗怎么会弹出来画面来呀、啊？我是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这狗狗，第一个最简单的狗狗啊。OK， 我们就来下一个吧。下一个这里是一个垃圾桶的狗狗啊。拿到了，简单，轻轻松松。OK， 我们就来，这有一个锁着了耶，你们看，这里说不定是，是一个隐藏东西哦。OK， 我们就来找下这个房子的附近先吧。OK， 然后这里有一个。花朵狗狗啊，什么东西啊？花朵狗狗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怪物吗？哈哈哈哈。OK， 我们来下一个。然后这个是呢是真实狗狗啊。你看多可爱的。OK， 我们就来找这里附近。我这里可以下去吗？不行哎。然后这里，这有东西哎。先不看不看。这有一个墙壁的狗狗啊。拿到了拿到了。其实我觉得有个大问题，就是我拿到了狗狗，它不会弹出来嘞。为什么不会弹出来啊？然后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红色狗狗啊，这个是巨人狗狗吧 ？OK， 然后这里呢，这里有个狗狗，是什么狗狗啊？这个，我也拿到了，你看，这什么狗狗啊？这个是，哈哈，这个算蛮简单的，这个狗狗目前算蛮简单的。我们先，这有一个气球狗狗要捡上去啊，跳上去吗？跳不上。OK， 我们来进下这个屋子，看下这里面有什么狗狗呢？这里有东西拿嘞。有个铲子 ，OK， 然后呢，它这里好像有很多暗示你看，要打一个什么一，然后就可以应该是按什么密码吧。然后这里有个狗狗，那什么狗狗啊？这是 Cookie 吗 ？Cookie 狗狗吗 ？What the heck？ 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这个吗？这个好可怜的狗狗，被人吃的。OK， 然后等一下，这东西好像可以触碰了嘞。按下，这有按钮嘞，这个是煞吧？那个太人男人煞啊 ，OK， 这个什么难度啊？这个太空男人煞了，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难度而已哦 ，OK， 还蛮简单的，目前上还蛮简单的。然后这里为什么那么多人啊？可以进入电脑吗？不行，这个白白色的可以按吗？不可以耶，然后呢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？到底怎么事啊？有什么东西开了吗？下面东西，按下。我捡到一样东西嘞。然后呢？我捡到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我不清楚这个床有什么东西。那么我们来找下一个吧。OK， 我们就来找。还有什么呢？等一下，这狗狗变了，你们看。我知道了，这个狗狗是电脑吗？刚刚我按电脑那里的时候，它就会触发这个东西啊，应该是吧，我猜应该是吧。OK， 我们就下一个，我们来找这个气球狗狗吧。这气球狗狗，等一下，上面可以跑酷这里可以爬跳上去吗？可以。上面有东西，跳上去。上面有东西捡起来。等一下，有歌嘞，有一首歌这个希望没有版权吧。OK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隐形的隐形的路，然后这里跳过去，我拿狗狗，气球狗狗这个狗狗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可怜好像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我飞起来了啊？救命啊！OK， 我们这里继续跑酷，我这里跳过去，然后这里跳过去啊 ，OK， 跳过去，好难看哦，隐形的这个路，跳过去这有个云呢。圆的狗狗啊，拿到了，轻轻松松啊。然后这里呢，怎么有个气球啊？然后这个气球可以触碰了，我按了它，然后发生什么事啊？会发生什么事啊？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呢。看到了，是这个吗？上面这个吗？有一个飞的狗狗可是要怎样上去啊？这有隐形路吗？没有
哇，这个好多隐藏东西哦，这个关卡。OK， 我们就来找下一个吧。下一个呢，我们来这个对面那个一个跑酷的岛啊。OK， 我们这里跳过去，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先来看一下。哦，这有一个，这个是猫吧？是吗？这是猫吧？这什么狗啊？哈哈哈哈。OK， 这里我们就来继续跑酷吧。跑酷 ，OK， 这里跳过去，这里跳过去，跳。这跑酷好像不会太难吧？啊，跳过去，然后这里跳过去，你跳过去，跳上去，可以了。然后这什么？这狗狗吗？这是狗狗吗 ？What？ 你去看，我拿到什么狗狗啊？是香蕉狗狗吗？什么东西没有嘞？我看了全部，它没有一个是对的嘞。我好像是没有拿到狗狗哎。那就算了吧，我们就找下一个吧。这款游戏的。这月球为什么在下面啊 ？Oh my god， 这是异世界吗？我们就下一关吧。哦，下一关，等一下，这有隐藏门呢，跳过去。哦，这有什么东西啊？这也是叫我们啊、这是 The Rock 吧 ？The Rock 狗狗啊，这个要按密码嘞，按密码啊 ，The Rock 是不是打 Rock 啊？来试一下 ，Dash E R O C K The Rock， 哦，真的是哎。OK， 开门了。然后呢？这里什么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我不知道什么密码嘞。我们就下一次吧，下一次再看一下吧。来下一关。OK， 下一关这里是哦，这有一个藏起来的狗狗啊，什么狗狗啊？哎，等一下，这是牛吗？牛的狗狗吗 ？OK， 那么我来找下一个这个也要密码嘞，这个什么密码？可是我现在开动了一个密码嘞。我们就再打算哦，后面有个气球，我知道了。这气球呢，应该是有几个东西，有要破坏几个气球，然后呢，应该是会启动一些神秘的东西吧。OK， 我们就来找一找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有一个，这什么啊？这是鸟鸟，可以跳，可以跳上去吗？应该是可以跳吧？还是说爬这里？哦，爬这里上去，跳上去。哦，这是鸟鸟狗啊？怎么是鸟鸟狗啊？好奇葩哦，哈哈，是怪物吗？哈哈 ，OK， 然后我们来找下一个哦，等一下，发现到哦，这里可以按呢，哦，知道了，刚刚拿到这个铲子啊 ，OK， 然后这里哦，要跑酷哦，要过去对面吗？怎过去啊？这里过去吗？哎，不行 ，OK， 应该是要先跑酷吧，来跑酷，跳过去，然后这里跳过去。我、哦、自己也想上，哦，自己上，自己跳过去，然后自己跳上去，然后呢，自己要怎样啊？看见哦，自己跳过去吗 ？OK， 然后啊，待到这里应该是不能自己跳过去吧？好远哦，我自己就跳过去，我自己就来跳过去 ，OK， 然后这里再来跳过去，然后呢，这里 OK 按，我开门了 ，OK， 我知道怎样玩了，这个简单轻轻松松啊。哦，这应该也是要跑酷吧？来跑酷，跑酷，这里跳过去，看到一个气球了，气球，等一下，气球按下它，按它 ，OK， 按到了 ，OK， 我们继续的跑酷，这里跳过去，哦，这里要怎样啊？OK， 哦，跳过来这里啊。OK， 爬上来了，再跳上去。我、哦、这里还要按了之后，哦，这里多一个东西了。OK， 我们这里就要，直接跳过去，可以。OK， 然后跳上来，我跳在这里，然后应该是跳在这里吧。等一下，跳，哈哈哈。OK， 这里跳过去，我这里跳上去，我、哦、这里要跑，哦，这里哇，这里应该是比较难吧。跳。给我跳上去啊！OK， 真的 OK， 这跑酷好像是比较难一点哦，可能它速度比较慢的关系吧，应该是吧。OK， 然后这里要跳过去，跳上去，然后到了，然后得按它吗？按之后会怎样啊？开门了，对面开门了。OK， 然后呢？这个什么东西啊？他说选择对了。就可以得到对那个好的价值吧？对的，是这个吗？这个颜色好像比较浅呢，好像这个颜色比较浅，我就选它吧。要怎样按呢？按它吗？是吗？
好像不是哎、欸。哦哦，对，没有错，我选对了，很观众。耶、yeah ！我拿到了吗？你看他没有显示出来，我都不知道他拿到了。你看，很慢才出来、欸、这个徽章。我拿到了，这个什么难度啊？这个蓝色的难度哎、欸。哦 ，insane。哦 ，OK，OK，OK， 简单，不算简单啊，算还好了，还好。OK， 这应该没有了吧？如果按其他的会怎样啊？可以按吗？哦，我直接断线。OK， 下一关呢，我们就来这里先吧。我们来这个对面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呢？看一下这个下面有吗？没有，有吗？没有。哦，有有有。诶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又是一首歌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各位观众，看它发亮了。我要捡到刚刚那个一个纸啊，不懂什么东西，哇，就会发光了。应该是要找到五个吧。OK， 我们就来进来这里先吧，来进去。哦，这里是山洞吧？然后山洞里面应该是有蛮多东西的吧 ？OK， 来找一找，来找一找。OK， 我这里哦，上面有一个，这里要点上去啊。然后这里还有个狗狗，哎，个问号哎，我可以用这个 pickaxe 吗？工作啊？哦，等一下可以一下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捡起来。OK， 然后呢？这个要怎样上去呢？应该是要，哦，跑酷，这里吗？OK， 来跑酷，跳过去，对，跳过去啊！我知道了，我们这里很难跳，你看，我们头上会顶着哎。OK， 我们这里会要很快哦，这应该是比较难吧。哦 ，OK， 可以了，啊 ，OK， 还行吧。然后这是冰的狗狗吗？难度应该比较难哦，才中等哦，钻石狗狗。才中等等级而已，哎呀，可惜，才中等。哎，然后这里呢，哇、哦，这里好大哦，这个地方好大哦，哇、哦、，OK， 我们来先找附近吧。这里发光可以触碰吗？哎，我找到一个，哎，这个给狗狗，山洞狗狗吗？这个应该是简单的吧 ？OK， 我们就来上面看一下，这对面有，哇、哦，找到对面了，对面有个狗狗 ，OK， 这个。紫色钻石狗狗啊，简单。然后这一个气球，按它，那气球应该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狗狗吧。OK， 没有东西的话，我们来这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狗狗找到了。哎，这个什么啊？这是色色的狗狗吗？啊，不是，是零色了啊，零色的狗狗。OK， 不要乱乱想啊。你现在这里后面好像可以去，哎，这里可以去，哎，哇，还有更深的地方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先吧。这个后面哦，找到一个狗狗了。哎，跳。那什么狗狗啊？发亮的狗狗吗？哎，蛮可爱的，这些狗狗就蛮可爱，黄金狗狗，哦 ，golden 啊，哇，可爱。然后这里呢，怎么有个跑酷的东西啊？好可疑哦！难道它这里墙壁有隐形吗？啊，隐形没有东西。OK， 来下一个。然后这里呢，需要铲子哦，有铲子，铲，应该是要铲掉这些大便吧？啊，不是大便，这些沙。可以铲吗？哎，不行啊。这里骨头，龙的骨头，然后这里狗狗骨头，哦，这有一个骨头啊，狗狗的骨头啊，哦吼，应该死掉很久了吧？哈哈，有吗？可以上去吗？感觉上面可以跑酷哎，有东西吗？哦，这有隐藏门，你们看，哦，可以传送哎 ，Let's go， 哎，不行吗？哎，我不能进去哎，这样你做这个门来做什么啊？哎。喂，我传送到了另一个地方哎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迷宫啊。OK， 然后不是，好黑哦。Oh my god， 是迷宫哎。喂，有什么事啊？有鬼！啊，血！走，对，有鬼。OK， 有怪物嘞！你们看，喂，我怎样玩啊？这个药，哇 ，Hello， 你好，我叫阿欧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他去哪里啊？你好，他跑得好像快吗？很快吗？可以跑过去？哦，不行，那地方好大哦，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哦，等一下，这有东西耶，东西按呢，按，怎样按啊？按它 ，OK， 按了，然后呢？开门啊！喂，没有开门的。Oh my god！ 我今天要去哪里啊？鬼，我直接跑出来没有了。
白痴白痴，不要再追我了，你走开啦！他追过来了，哈哈哈哈！啊，走开走开！啊，走哪里啊？这里好大的地方，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哦哦，走错走错了，等一下，这是鬼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这是狗狗狗狗，你这个不要，刚刚捡起来捡捡起来捡，哦，找到找到，哇，还过来吗？他应该不会过来了吧？先退后先，先退后先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狗狗，哎，看不到，哎，看不到，我们要走开，我们出去先，出去先，来，出去，是这里出吗 ？OK OK。喂，等一下，刚刚我找到那些狗狗，怎么突然间就消失了 ？What？ 这什么鬼啊？这是 bug 吗？我也不要这样死了，很辛苦找到嘞，这个狗狗。那什么，找到这个狗狗之后就消失了。OK， 各位观众，今天呢，我做了调查，我发现到，当你进入去寻找这个怪物的狗狗的时候啊，你就会进入到另一个地图，然后你进入到另一个地图的时候，你的所有的狗狗就会消失了啊，就会重新找过，就是一个 bug 啊，哇，老嘞。OK， 当这些狗狗消失之后，你要如何拿回来呢？啊，是没有办法的，跟你说，这些狗狗呢是我自己重新再找回来的。OK， 不过呢，它有几个有这些比较难度比较高的狗狗啊啊，它会放在这里啊，所以你呢就不要重新找过了啊，你就可以直接来这个地方拿。也就是说，这款游戏呢，我建议大家去寻找这个先啊，你寻找这个恐怖的狗狗先，然后才来找其他的狗狗啊，不然的话。等下你其他狗狗消失了就很麻烦了啊。OK， 这些其他狗狗呢会不会跟这个怪物的狗狗呢发生同一个事件呢、啊、应该是不会吧。我希望不要啦，不然的话真的很烂的这款游戏。啊，他已经把我的全部狗狗弄不见了，你要我重新找过。OK， 我本来打算是来继续玩的，可是呢时间不够了。所以呢如果这个影片的话做得不错的话，我们就有下一集吧 ，OK 吧？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一个 like， 就出去，就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哎呀